狂风暴雨到处树倒，压中孕妇车交通受阻，惊险无所不在。孕妇与丈夫开车上班途中遇树倒压车，根据路人行车记录仪记录树倒惊险瞬间。另外北海八也拉浪也发生树倒砸中三辆车事件，当时有一名小贩在树下的一座拿督宫神龛，祭拜拿督宫后一离开，树就跟着倒了下来，实在太吓人了。豪雨及暴风来袭，击打多个村庄沦为泽国，也因碰上大风浪造成往返佛罗交易客船班次取消，云顶百脉和巴东家连带。午后下起暴雨，狂风吹倒大树，交通受阻。拿督公保佑逃过一劫。